五啊五，国王，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没有，现在就是欧美冷笑哎，谁开头的啦？谁开头的？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我看到西瓜，西瓜，他们光是西瓜，哪一个？哪一个？大眼睛西瓜，小眼睛西瓜，还是流口水西瓜？黑眼睛，好，眯眼西瓜，少女西瓜大门大的，少女西瓜，少女西瓜，长蛇西瓜，哎，长蛇哪一个啊？看起来舌头都没有很长啊，是没有那个眼睛很上面，那个是少女吧？眼睛长在最上面的，眼睛长在头上。好，不要这样讲，大家知道，啊，知道，原来是要放我眼睛位置啊，礼物，哦。刚刚那声音发出来喉咙痒痒的，还没挖痛，超痛的。刚刚我想挖，哎，顺顺的。刚中间也有一个穿内裤的西瓜啊，我们家里沦陷了，要修哦。啊，那我在下面不是危险？我另辟一区了。完了，他已经是想死，这样就可以上去。我看出他的用意了，让他们就不要让他。我找不到路回去了。哇，你要回去吗？啊哟哦，家里这个凶哎、欸！你把毒抢完了，牌吃掉，这里啊，在这里，谢啦。那小哥只能残血，在下面。那个坐着，可以直接往左走，你知道吗？坐着脚下有燃烧，刚好看到。啊，家里好可怕，少了一颗，不怕，杰克保护你。啊，我用错稿子哇，难怪那么慢。凶爸爸。熊爸爸，我的运气好像不太优。我肚子饿了，完了。哦，对方送25块来，我密码找不回答。原来是间谍吗？哦，人还不错啊。我们可能要盖往那个直升机哦，对面熊熊。等下可以炸直升机了。好，好，先存钱，先存钱。我好穷哦。我想，我好可爱哦！你刚刚就是我好穷哦！我好可爱，我觉得这样比较正常吧，讲我好可爱才比较奇怪。你刚刚就想要这样讲啊，刚刚是才想讲，感觉就很像啊。刚刚就是心中蠢蠢欲动，要说也是说，难有，要说也是说自己帅，怎么会说？干嘛？你家里在装潢哦？家里在装潢，怎么了？我家楼上都在干嘛？敲敲敲，昨天也在敲敲敲。就是听到很好笑，在拍桌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拍谁啊？拍谁啦？抱歉了。不好意思啊，欸、这实况啊！哎、欸，楼上敲你五下，你也要回敬他敲五下。我要敲不到天花板。不要，你拿快那个啊，扫把什么的。来，有人在我们家，有人在我们家偷看。快点去找扫把，要回敬啊！西瓜，外面有个西瓜在偷看我。好恐怖哦！哇，他居然丢进苹果给我。有不有用的西瓜，吓到我了。哇，这个是。有包装起来的西瓜哦，那个网子装起来的西瓜，对，网子装起来的西瓜，我只看过用网子装苹果，没看到装西瓜，太闹大哥了吧，超大哥，应该是拿装篮球的那个的吧？哎，巧克力，你是不是掉钱了？哦，掉钱，我太震惊了，我也看到，网装西瓜，怎么会有西瓜这样装的吗？网状西瓜，那网子会破掉吧？小玉，你的东西刚他全部丢给我，为什么？那他到底为什么要杀我？就想杀，对，就想杀，把人留下就好，留下就好。完了，好，这里，对面好像很凶。对面都一直在杀人啊！让我接哦，凶啊！就这么想杀人啊？三阶奴隶了吗？只有二阶，还没三阶吗？还没三阶，泱泱，我们还没三阶奴隶。啊？干嘛？他说：“泱泱在说，我叫一个人去我们家楼上，怎么了？啊？什么？交钱是不是？”不是我刚刚连杨杨先给你这个，先给你。哎，又坏了！我们家二楼有人哦，下面地下室也有人哦。地下室几楼？退掉了，退掉了，退掉了。坑啊！杨小心，家里有人。完了，
我要躲起来了。打打！你自己小心，等下他一个炸。好啦。对，他们都可能弄完附魔来了，泱泱。我需要拿个盾牌之类的吗？你拿副可以，你副手不能换。对，你可以滚轮滚到楼上有人，楼上有人，你可以滚轮滚到键盘上，副手不要变。对。嗨，我还吃金苹果，被打就是直接换成盾，这边有上去的路啦，就等于我右手拿盾。他刚就是给我金苹果的，还有钻石，钻石，那个钻石，他把小雨杀掉，绿宝石，他把小雨杀掉之后，把东西给我，哎呀，那你觉得绿宝石是蓝色还是绿色的？他是直接不进啊啊啊！国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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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国王，等一下，我在开背包啊！国王在哪？我要冠，国王拿到，我拿到，好，你打死他！国王，亚西兰，二楼太多了，二楼太多人了！啊，我跟几个人上去了，我来了！这都网状西瓜有点卡卡，网状西瓜卡卡，那是不是哈密瓜？不是，我们来了！有，他走掉了，他出去了！阳复活了，阳复活了！哦哟！我来了一个，为什么你不让我炸？要赶快吃，你快吃肉，你快吃肉！不要猜，这是要保护，快吃肉！西瓜在猜我，西瓜在猜我的直升机的路啦！我没有食物啊，先换食物。你要小心哦！嗯，都跟你讲，他们会凶巴巴过来打架，一个比一个还凶的嘞！又有人来喽！我不要当啊！哇，好痛！哇，国王！上面，这个连点，哇！他就是狂点！哎，那个后面，哎，西瓜不是王装的了，他穿铁装来了！哇！他用西瓜纸包起来了！王被吗？都打我啊！我好欺负啊！哪有打我好不好？好凶啊！我需要空间去换食物。你叫人家扔给你了，对呀，他要出去了，他就是狂叠啊，狂叠。我可不可以找个矿洞把自己埋起来？可以，不要动啊。可以，不能不要动，你要做死。找到你而已。可是可以蹲下，不就看不到了？蹲下，把除非发光，会买发光。如果他死了，又来了，你还是要买个盾牌啊。对，要买个，然后还无敌技能，要敌技能。他是不是有点卡？我教你啊，你就躲在最下面，然后买个瞬移，他来追你，至少。跑得掉，瞬移逃比较快。可是我上92块，我要先买瞬移还是？都买得起啊！原来我没有穿装备啊！你没有啊？一直都没穿。原来我没穿装备啊！难怪被打这么痛啊！你空装啊，大哥！他比较卡。哦，有了，穿好装备了。拿了无敌，拿辅助。等一下，技能瞬移跟无敌是不是？是。等一下，瞬移你要小心哦。他可以用是可以用，他有时候会出卖你哦。有时候他瞬移一定会传离你现在位置很远的地方地表。对，所以有可能就是跑到对面去这样。好，这么可怕。他如果你在地底的话，应该会到地表啦。啊，如果你在地表，可能就跑到对面去了。那我先找个机会下去。欸，他们从这边好了啦，我弄那个，我用石砖堵，应该比较看不出来吧？石砖，对啊，这个啊，地板这个，堵上面的路，那边有人欸，这个方向有人。你在跟谁说话？你们啊，有蓝有人回应你吗？没有在听你说话啊。啊，我自言自语。早说嘛，害我一直听。对啊，害我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原来是自言自语。啊，自言自语才是最高超的技巧啊！国王都不懂，真的好怪哦。哎，这个不会掉。你看，国王自言自语，不要讲。我们好可怜啊，对不对，小雨？哦，还有来，这个人是谁？来杀我！哦，又来了，二楼，我的妈妈咪呀！哎呦喂，粉丝你的粉丝，二楼，被这个妹错了吗？好了，没错，没有错，没错啊！不谢了。我很好奇，很凶，真的要下去一滴，剩一滴，所以 gas， 哎，你点好快，我们的国力的财产，而且我们奴隶是不是还没升？没，啊，我升。
好了，三阶三阶三阶，手速太快了吧？感觉是点出来的啊！我还是不知道我要躲去哪里。弟弟找个安全地方，反正你有那个、啊、传送跟无敌。可是我要回到刚刚的洞吗？会太危险。小心炸弹来了！炸弹来了！有有有，小雨的装备掉下来了。你要至少在这里，你会很危险。我捡到风力衣，我捡到风力衣。哦，又有人啊！我被垫脚石 K 死了。这样就逃啦！你可以直接炸啊！我的装备还在吗？我是不是装备应该快被炸光了？应该快被炸光了。嗯，我的也是。哦哟，才刚弄出来。战争结束，战争结束。我这里有保护一跟保护二。我刚刚用整套保护二。谁家的保护二啊？拿去。好可怕。然后这应该是小雨的宝，这小雨的剑。嘿，我的风衣。完了，自己就上。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燃烧过来。是不是中间会换国王啊？不一定，运气。你做得好的话，你就是一直会当国王。看你做不做得好啊。嗯，有人曾经三连庄，我不知道他有多衰。他的运气一定很好，没有，他一定很衰。我再来找个地洞把自己堵起来好了。那干脆我们把你炸死，然后进保险箱，这样不是更快？让他挖钱。感谢小起点，直接观战的吗？帮你埋起来，不用担心的。你那种讲法，不是你不是在担心吗？那不是直接、啊、你既然担心，我们就保护你啊。哦、嗯，哇、欸！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烧啊！最坚硬的保护哎、欸啊，我不敢下去。这是哪里啊？哦，我看到了，把装备弄好。那我要从那个提款机的后面下去。不用，你不要讲出来，你讲出来，你不要自言自语讲出来。对，就来不及了。对面会听台，听台啊，等一下就来干掉你了。哎，我的帽子。他们会恭请那个什么，然后就看到了。对，是观音姑过来。对，不行，他们会看到，他们会看到。你什么都不用跟我们讲，哎，你就自己躲好，嘿。好。有问题，你再啊啊啊就可以了。哦，我喷金苹果给你了。好，好，喷还给我了。上你在干嘛、啊哎？我挖到矿。啊，有一个手，小雨手头上，小雨头上、啊、有炸弹，有炸弹，有炸弹哦！小雨小心，我们先走了。西瓜，西瓜，西瓜！哦，这个美味，美味，美味。他又被打到掉街了，你知道吗？美味美味美味，他特地来秀他的美味啊！他这洋洋，你的地方被舞蹈作者听到了啦！他跑过来了，去打你的！再讲出来啊！你找个地方随便挖。再说啊！不要去刚刚讲过的地方。对对对，你要是那种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不然不然，我这个很痛哎！楼下楼下楼下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超痛的。在哪里？我想一楼，一楼，一楼。哎，我们来了，他们快死，超痛的，太快死，我要打死，哇，他跑掉了，跑掉了，狂跌，我要吃补的，他吃补，哇，他补太多了吧，这补，他补到17，哎，也太多，他上二喽，哇，他这个叠好讨厌哦，很贵啊，我刚刚没无敌，直接被先打了。我刚刚在拿钱，没有看到你被走。矿坑帮我一下，矿坑，矿坑。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过来。这里。他不见了。我离主角有拿到吗？哦，没有。我只捡到这些。做这些。杰克，矿坑你还在奋战吗？没有，我把它支开了。哦。差点死掉。刚门口有人哦，注意。刚什么？刚刚门口有人。等一下，一个。很快。你很危险呢，杰克。怎么了？我为什么很危险？为什么你很会耶？你到底你这两个什么时候知道我在这里啊？你们太夸张了！哎呦，发亮啊！哦，发光啊！不灵不灵的，你现在闪闪动人。哦，真的耶，非常的吸引人，闪亮亮登场，哎呦，巧克力，这给你，谢谢你。我的画面是一个肥宅，然后
被骗说你现在隐形。今天我遇到我。对，因为刚刚我拿到16颗。重新弄个弓。该不是泱泱吧？你不用蹲了啦。你都发光了，蹲什么蹲？我发光了。欸、真的是你要来？你是在边跑边？你没问。啊、你怎么了？这个太夸张喽！怎么了？你下来。我要死了。重开场了呀！你在死在哪里？怪兽，你在哪里啊？完了完了完了！弟弟，杨杨怎么死了？他死了、啊。我被炸死啊！你死在努力好远哦！你就不讲，你好远哦，什么都没弄。弟弟那个蓝色的，弟弟那个蓝色的，快点快点快点！那个就是那个叠很快的那个。我刚刚就在弟弟，然后就嗯。你要喊呐、啊！不是他就炸我就是啊啊啊说好啦呢哎他丢掉他丢掉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小雨快回去死掉你没有啊我们不知道你拿到了也不知道你在哪是这个西瓜啦内裤西瓜快点内裤西瓜想跑啊下面下面发亮发亮快点快点他跑回去啊繁星的血量、欸、有点远呢、欸，等一下、喔，因为我在他们这边、哦，等一下、喔欸、哦。算了啦，哎、欸，你真的是爆得很慢呢、欸。走峡谷，走峡谷，走峡谷。我有、啊、那条路通峡谷。等一下，这个我先解决掉、哦。所以是下面发光的那个吗？对对对对对，下面那个小雨那边那个。好好好，我看到你们好凶哦、喔。哦，兄弟，还不是为了要保护你，都你呀、啊？啊，你的无、啊、我死了，你的无敌嘞，你的。瞬移咧你不要我就不会成功啊就 Q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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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轮滚到位置 Q 出去而已我也不想啊你是真的哭还是假的哭啊你在那边装哭你嫂子然后去捡然后捡到捡到捡到战场啊捡到回来了巧克力你先回来巧克力哎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小心捡到捡到小心捡到捡到捡到啊我掉下去哇超烧欸这边你是假哭对不对？告诉我你是假哭。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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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最棒好不好？你最棒你最棒你很棒！我最爱你了，开个玩笑而已。可是我也不想要雷你们。没有雷，你没有雷。我们就是你过头了啦！精彩万分。没关系，我当国王，我当国王来。像开一个玩笑一样，你看我马上救回来了，你整个让整场有没有精彩了？你让观众有游戏玩，哎呀，好痛！赶快回去，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效果哎呀，你这个效果十足，你很棒。可是我一直死掉，你没有，没有，一直死掉的是我们。来就需要你这个样子，你越死我们就好开心啊！是的，我们好开心啊！家里有人，家里有人，家里有人，二楼，二楼吗？好，二楼，好。家里怎么跌成这样子、啊？就刚刚有一个人一直在打、啊，刚刚有一个人啊，完全没问题啊。哎呦，刚弄钟又爆了！哇吼哇吼哇吼！所以杰克我跟你讲，完全不想弄钟，就是。